我去，多亏你志哥威武啊！告暴暴局最后一招，还有洞里呀、啊，洞里是我最后的希望。如果洞里还没有油的话，那我就要生气了。靠！这回你自个可没打他头啊、哦，头应该是好的，完美无缺的闪击头啊。哦，完了，我操！我没打他头啊，我打的明明是脚啊，头咋还坏了？哟哟，哎呦我去！我和一拐弯正看着有，结果一拐弯啥也没。我靠，还有人呢，怎么？我是来捡油的。妈呀！油，包里有油。我操，包里也没有。混个六倍，不白来啊！没白来。油。有啊，有啊，最后的希望没了，我最后的希望了，不行啊，我有点不甘心。最后再搜一个这个地儿，我不信没有油，有啊，止疼药一样。这是望眼欲穿呐！望眼欲穿呐！有，好，望眼欲穿，欲哭无泪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在这里搜到一桶油。我的要求它并不高。为什么不能满足我呢？这桶油非常重要啊！很多人觉得这油没啥意思，要油干嘛 ？No, oh no！ 这桶油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啊！持不持机就全靠。没有，狗子，狗。好，我必须得弄桶油，有得，哎呦我去，两桶，哎呦我去，得油者得天下，知道不？得汽油者，那就得天下啊。OK， no problem， 找人。哎呀，天不绝我，看来你志哥的人品还是好的啊。走，喂，飞啊啊啊！不要这样对待我，鱼。走。咱也不能这样做，咱也不能这样活，飞！飞啊！你自个这种执着的精神，终于感动了上苍。哎，收到了三桶油。
这是什么？这就叫执着啊，坚持与努力呀啊，这就是坚持与努力。这是感动天，我感动天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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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
你们要再打，我可要生气了啊！下降，我靠！别打了，大哥们！牛叉可拉着，没毛病，熬夜。你气呀！让你们打我，自个终于完成了大业啊！他们敢过来，我就扫死他们。去你的吧！完事儿，拜拜，老弟们，跟你自个斗啊，跟你自个斗啊！我能让你们打死吗？我能让你们打死吗？你自个是吓大的吗？过来，敢过来，我弄死，弄死你们！哇的完了，全过来了，这帮傻蛋儿，气死我了！